本节目由偶像要来了应援预备备的怪阿姨为您暖心播出。嗨，姨的宝宝们，周五又见喽！音乐微榜盛典最具人气奖投票大战已经开启，奋战在第一线的宝宝们，哪们辛苦了？抽空之余也不要忘了和怪阿姨的周五之约哦。先来看看本周大事件。十日上午 ，XO 正在进行中的巡回控责任企划社表示，成员张艺兴将不参加剩余的巡演行程，官网原因因行程调整困难，辛苦攒的门票钱和心心念念的 idol 不参加，那可咋整？姨秉着一颗八卦不放手的心，看看星迷宝宝们的反应。众多粉丝表示，张艺兴做法明智，表示支持。哎呦，你就喜欢这样通情理的宝宝。张艺兴在敏感时期，俺们都懂的，选择不参与巡演，不管是行程原因还是个人原因，你都是相当在上帝。要知道张艺兴可是爱国小骄傲，立场坚定不迟疑，爱国爱公益，这样的偶像，这样的正能量。好啦，赶紧为小绵羊助一份力，投票投票。啥？遇见美小哥哥和长腿冰姐姐在一起了？这尹正张南希恋情霸占热搜一天，狗仔视频为证。一一细细一看，被拍到的尹正张南希甜蜜外出，一路拥抱牵手，甜蜜互动不断，当街打打闹闹。这狗粮要溢出碗了。这疑似抱得美人归的一姐美小哥哥一路蹦蹦跳跳，还各种跟张兰心求抱抱，这般宠溺欢腾，你姨也是见怪不怪了。毕竟这位人类的好朋友离心我大 YYT 时，你姨早就习惯了。不过对于这个恋情爆料，人家还是端得很轻。尹正公司回应，两人只是好朋友，大帮朋友一块玩，并非只有他俩。什么回家过夜都是瞎编瞎编，也是尹正这位调皮的宝宝，连我大 YYT 的小编都大方调戏，和好朋友热闹热闹又咋了？而张兰心也懒理八卦，忙着示爱巴萨呢。不管真假，奶们开心就好了。眼看着第五届音乐微榜开始进入了30天的倒计时，而上周给粉丝宝宝们的特别福利活动《威武了我的偶像》也以圆满的成绩收官。李怡还是没忘要汇报战果，吴世勋、许魏洲、朴赛内三家的粉丝宝宝们拿下了话题数据 TOP3， 威武了我的饭，怪阿姨就等着精心制作的饭制哦。而最具人气艺人应援战也已打响，看看截稿前的战况吧。长沙小骄傲张艺兴领衔内地应援榜，王清位居第二，人气飙涨。暖心格格黄礼格实力追赶，林俊杰、罗志祥分别位居港台榜一二，紧追不舍。黄致列反超金钟国，暂居韩国榜一位。欧美榜三甲由梅梅、Lady Gaga、Justin Bieber。 日本应援榜则由板野友美、赤西仁、安室奈美惠占领三甲。大致看看目前形势，和上周怪阿姨的推荐有那么一丢丢的出入了，但是一个月的战斗最后一天见分晓喽。加油，各家宝宝们这么努力，你当然送上名单福利。精心整理的第五届微榜盛典出席艺人 Part 1名单，许魏洲，他从乐坛新人到当红偶像，用成绩证明努力的价值。他为音乐而生，用摇滚放大青春的脉动。他是大势华流偶像，用年轻的心见证成长。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许魏洲，拿下威武了我的许魏洲，福利应援的白粥们，李丽周周，看来抬头就能看到战果了呢。 AKB48 出道11年，他们永葆初心，从未改变。他们不断创造奇迹，用谦逊的心去成长。他们开辟偶像新时代，用笑容和歌声拥抱粉丝。宅男女神团要降临，怪阿姨又马上可以亲眼目睹强大的应援舞了。黄礼格，他用音乐梦想讲述成长故事，用实力歌声唱响无限动力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只要有梦就能有偶像。像肩并肩在粉丝节分享追星历程的格格，也在一步步的成为一位优质的偶像。张韶涵，她用歌声征服观众，用音乐点亮生命。她有强大勇敢的内心，也有爆发力极强的声音。她是顶级唱将，是华语音乐的骄傲。作为霸榜天后，这次盛典又要拿下几项大奖呢？期待期待。徐良，他为音乐倾注心血，让每一个音符都刻上自己的名字。他深刻却浪漫，锋利又温柔。他是创作才子徐良。4月8日，在澳门倾听徐良的声音与故事。孟佳，她是甜蜜温暖的邻家女孩，更是霸气美艳的完美舞者，律动果敢，坚持自我，走在潮流时尚最前端，跳脱束缚，敢想敢做，带唱跳女神孟佳嗨翻全场。白兔，从阳光活力到青春性感，无一不令人着迷。褪去青涩，完美蜕变的姐妹团白兔，缔造了华语乐坛新势力，展现了气势崛起90后的态度。越变越美的白兔，好久不见。王苏龙，她在创作世界成长，释放自己的无限能量，她散发着少年的荷尔蒙气息，简单纯粹。她改变了90后的音乐价值观，她是开拓者，是引领者，她是新生代创作人。好啦 ，Part 1名单，奶们还满意吗？锁定台哥微博，锁定怪阿姨。最新名单每天都会揭晓哦，下周五见。
You got me.